最近这个礼拜确实运气差了一点，每天都遇到一些邪门歪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干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刚才是不是什么打了什么字啊，或者是做了什么事，就被排到那种干超级奇怪，每把都有那种斜超级斜咖，哎，打到自己也不爽，然后开始一直漏兵啊，一直开始有一些怪里怪气的失误，就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这心情就静不下来，干，遇到这种人，干，真是超级不爽。哇，牛头人酋长，哎，哇，这把我看看，高几率狙狙局，哎，然后我跟你讲，看到这种打野选 E 大师的十之八九，这把也是不会再浪费时间的。Man， 啊，我们要抢到二，然后就跑掉。我靠，这怎么点来？这牛是不是来戳的啊？刚才牛是来戳的吧？他从这塔下然后回顶的，看到底有没有一个正常人啦？好奇怪哦！这扛塔然后把雷欧娜顶回来，然后重点是我们也杀不了那雷欧娜，你知道吗？他顶回来意义完全不明，然后送头。现在双招交掉很危险的，他这个又是什么海克斯闪现啊？干你啊！一两死一次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狂牛阵要发作了！狂牛阵又发作了！我到底想干嘛啦你？我到底想干嘛啦？每一把都不知道辅助在干嘛，这游戏真好玩，哎。然后打野就在附近，然后那个牛又想送头来，牛又想送头来，又开始狂牛阵又要发作了。不会，哎，我每一把遇到的那个人的那个队友都是完全不会玩辅助的那种，完全不会玩哦，是完全不会玩的那一种，进攻也不进攻时机也不会，保牌也不会，就是那种。一看就是那种 fucking troll 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海克斯闪现，你看这海克斯闪现，跟我说这个人会玩，就是你要认真跟我讲，这个人会玩。在里面有，在那边玩海克斯科技闪现，在那边耍低能，这就是我的辅助，哎，这就是我每一场的辅助，哎，就完全没无法理解，完全无法理解。干那怎么六等的啦？还是这把又可以点一点的，这把我觉得就可以点一点的。E大师像个白痴，牛头人像个白痴，那要怎么玩？到底要怎么玩？每把我的辅助都像白痴，哎，他有赢过吗？英雄胜场八，真的假的？他在玩牛头人可以赢，他对手是有多烂？他那个E大师八分十五秒还没六等。这些人真的是屌啊，屌的无话可说啊，真的真的屌。天哪，中路上中上优势，干你讲，这个人看起来就来闹的、啊。你看那海克斯科技闪在冲他脚，你看得懂吗？你看得懂那海克斯科技闪在冲他脚吗？我真的看不懂，我是真的看不懂。这什么话题？这。不是你还没落等，你干嘛啦？这是干嘛啦？这是干嘛啦？哇，你也没落等，换一波就可以走，然后一直在前面，然后玩到送头，哎，刚刚是故意的，哎，呗，致命一枪，干，从头到尾就在那个草丛里面耍白痴，在那边玩那个海克斯科技闪。然后干你啊！玩一玩就跟，哎，又发疯了，又发疯了！又发疯了，又发疯了！这两个人，优秀不止。
自己打拉姆斯打到被弹死。然后说人家真废耶，看你脸，这是撞伤仔吧？这是撞伤仔吧？这有可能不是撞伤仔吗？发完了像个低能，然后说人家真废耶，然后是这个斑比的容渣哎，看你脸嘞，这素气的人是不是都病了啊？哎，拜托干，才去管一下好不好？管一下好不好？处理一下好不好？这种国耻，赶快先抓进劳改营了，可以吗？啊、这种国耻你还让他留在这里玩这游戏？你这个是什么感觉？你这是什么感觉？看，一个才是坏人，是面具。老弟，你这全空是什么？15分钟，七等老牛，七等林女士送头牛。不，那这些人夸张是什么？这些人夸张是这些人还不是撞伤仔，啊，不是撞伤仔可以戳的这副德性。哦、oh, fuck， 应该回头点这下，妈的！三人冲塔，三人冲塔，哎，又被操作了，嘿嘿嘿嘿嘿，三个白痴，还是这个是那个牛的计划？这是那个牛的计划吗？就是装的好像是个白痴，然后让对面掉以轻心。我靠，我看他装的是挺像的。喂！又海克斯闪现上去耍白痴，这牛是他妈的干你娘，是憨狗。这也要闪了，那雷欧娜。看这些人是他妈比烂，你是不是啊？我的作品保密，却从未有过答案。电魔三要转起来啦！就想杀我、欸，就不给你。怎么那么痛啊？耍二一波，哇！来啊，反正这把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。耍二就耍二啊。我这把已经与我无关了、啊，反正易大师也嗨起来了，所有的队友都嗨起来了，然后再加上这头本来就嗨的没边的牛，看他妈的就不知道怎么玩。对面这样还不开哦？哎，蔡雅嘞？蔡雅挂机了是不是？超久没看到他嘞，蔡雅挂机了，还是死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死掉。哎，干他妈的，每一把都跟我没有关系耶！不是每一把我 carry 的时候就会输哎，然后我被这个垃圾牛搞到飞起的时候，他妈就会赢。到底是怎样？这牛头球场还有造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好，中路把他的屁眼马屁眼选走，然后就选个牛来戳我哎，干！一场没玩过，然后从头送到尾，他妈的！哦，高歌离席啊！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型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